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彻底无视乌克兰的抗议，保加利亚还是选俄维修米格。29路透社援引保加利亚国防部文件报道称，保加利亚政府决定与俄罗斯米格飞机制造公司签署关于对其空军装备的米格29战斗机进行维修的协议。保加利亚国防部原本计划在去年12月就与俄米格飞机制造公司签署一项价值8130万列夫（约4050万欧元）的协议，对保吉利亚空军装备的12架米格 29A 和3架米格 29UD 战机进行维修和现代化升级。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了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的不满，该公司向保护竞争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并要求重新开始新的竞争程序。根据保加利亚现行法律，因为有乌克兰方面的投诉，所以此项交易暂停。2018年1月初，保加利亚保护竞争委员会表示拒绝了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提出的要求。之后，保加利亚当局决定继续与俄罗斯公司讨论合同，并不再邀请其他合作伙伴进行谈判。2015年底，保加利亚议会批准了与波兰就对俄罗斯生产的米格29战斗机进行维修和技术的政府间协议。尽管俄罗斯米格飞机制造公司提出了抗议，但波兰方面还是对6架米格29战斗机的发动机进行了维修，共价值 613.8 万欧元。而且保加利亚前国防部长尼古拉措内夫一再强调，与波兰签署的战斗机维修合同对保加利亚来说是非常有益的，这也是北约限制俄罗斯影响力的政策的一部分。但据专家介绍，与波兰的这项协议实际上失败了。2016年11月9日，保加利亚国防部和俄罗斯米格飞机制造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2100欧元的新协议，为米格29战斗机提供10台 RD-33 发动机，在2018年年底前全部交付。保加利亚计划将这些发动机安装在其空军装备的米格29战机上，之后能够飞行的战机数量将增加到10架。2016年11月，保加利亚检察官办公室指控措内夫曾阻碍本国与俄罗斯米格飞机制造公司签署维修保加利亚飞机的合同。根据调查，与米格飞机制造公司签署的价值 377.3 万欧元的对战斗机发动机进行维修的合同，在部长办公室保存了几个月，而且对该合同没有采取任何决定。保加利亚检察官办公室称，前国防部长的这种无所作为给保加利亚军队带来了非常消极后果。目前这起案件正在法庭审查中。